飞下九重霄，砸家盆玉，只因圣上被反寇围困四平山，无敌将军不能退敌，砸家奉命星夜去往太原召李元霸护驾。看前面已是晋阳，我说孩子们有打到啊，
听宣读，反复。诏曰：朕被访寇围困四平山，无敌将军不能退敌，命裴玉连夜捧旨前来，召李元霸护驾秦王，旨意独霸望召谢恩呐。万万岁！有劳公公奉旨前来，一路之上多受风霜之苦。为国勤劳，何言辛苦？后堂流言，朝命在身，不敢久停。哎，我说这个赵王，公公，圣上被困，盼望救兵甚急，你速速发兵才是。谨遵圣命。怎么着，大家告辞了？奉送。圣上命我儿去至四平山，杀贼护家，不想各路之口不可侵犯，唯有马刚一人。他爹爹为何欲言又止？我儿不必多问，去至后堂见过你母亲去吧。遵命，前堂辞严父，后我听别宣的亲。圣旨到来，命我儿元霸去至四平山护驾，不想元霸孩儿为人粗鲁，那瓦岗寨有一情书包，命你跟随前去，千万不可伤害于他。岳父但放宽心，想此事小婿当得小娥郎，臣那是一片丹心服社稷，恩怨两字要分明。
平台放飞片望，看见你紫眼双双，大恩之人岂能忘，焚香顶礼报安康。老身斗士实才丫鬟报道有神旨到来，招元霸前往四平山退责，闻得那秦恩公已在瓦岗共事，孔元霸相犯恩公，等他到来辞别与我，将原有对他是命，以免恩公忧伤。丫鬟带路斋堂。母亲之道，只因圣上被
众反寇围困四平山，特招孩儿结为护蛙家。都是哪几家反王？实才曾进朝报还借得几家。是哪几家呢？山后刘州、河北李自通、瓦岗陈耀金。儿啊，瓦岗寨有过秦叔宝，儿可认得？儿和他从无半面，却不认得。儿来看，这画图之上就是秦叔宝。嘿嘿，我道母亲每日烧香礼拜，不知供的是活神圣，却原来是过强盗。真真毫无赖忧，像这样人供他则甚，待孩儿将他抓下来。他乃我家大恩之人，而休得有何恩赐呢？而且坐下大姨为娘慢慢讲来。是是是，遵命遵命。无亲之事，当初本地先皇在位之时，你父有战功与过，只因奸臣当道，你父恐活身不测，因此告归田里。好过本地先皇不忘功臣，受儿父为太原节度，即日启程，不料心志在连同山湖。这莫大之恩，待俺来。
先拜他几拜。买卖没学会，学会了编竹耙。
拿到长街外，遇见了尤俊达，二人拱拱手，拉我到他家，先敬酒后带茶，席上还把拳来划，打开了兵器库，兵器由咱拿，咱使宣化斧，他是五谷叉，头回把山下，打劫那罗家洼，一帮子女光棍儿，我与他要针线，他与我要线杀。二回把山下，打劫那黄冈银子白花花，杨林发下票，四处把咱拿，拿到了山东历城县，是披锁又带枷，多亏了秦叔宝苦苦的搭救砸，定下了牢笼计，牢眼里往外拉，提起了当年事，一坛子烂冬瓜，嘿嘿哈哈，嘿嘿嘿哈哈，一坛子烂冬瓜。一只草鞋，一只靴，瓦岗寨上逞雄威。有人问我的名和姓，故事当年的后记在故换什么王程咬金。只因杨广无道，群雄聚义，立我为盟主，共灭昏王。前者宇文成都被我等杀得大败，亮的昏王必不甘休，曾命军士打探消息，未见回报。走吧。参见主公，大事不好了。有话你就说，别这么咋咋呼呼的。那杨广招来唐公四子李元霸至战阶外，闻得元霸余力过人，有苦瓦岗兄弟有伤害。那宇文成都号称无敌将军，还不是被我那小舅子裴元庆杀得像那乌龟似的，连头也不敢伸，何惧这小小的李元霸呢？那元霸的本领胜过宇文成都十倍，元庆既非他的对手，故会同十八路诸侯一同出马，也无济于事。这么说厉害呀，厉害的很呐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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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提供传令，兵撤瓦岗。无故收兵，岂不被天下英雄耻笑？哎呀呀呀，这站又站不得，腿又腿不得，这便怎么吃啊？哎呀，怎么吃啊？得，三哥，我这平定官呢，你就带了吧。你就可使不得。哎呦，你有什么主意呀？主公不必惊慌，情之后帐，臣自有安排。哦，你有主意了，那我就后边睡觉去喽。哪位贤弟在？有俊达。速速进帐来。我差遣，今有杨广招来李元霸前来对敌，此人勇不可当，瓦岗兄弟与他相聚，恐惧有伤。他此番前来，柴少必然根治，你可取之中途扶而上来。他
查查查查查查查，得何令？多加小心。骏马慢走，阿铁杖相识间隙，待俺赏他一锤。且慢，宋林答话必有来历，此地可将人马扎之，待我前去问过明白。有礼，二郎中，将人马扎。这胡人有俊达，请来相见。来仁兄贤弟仁兄，瓦岗弟兄今日可好？好，众家国弟问候贤弟金安。仁兄到此何事？今有唐公四子李元霸前来指战，此人勇力过人，瓦岗弟兄不是他的对手。贤弟要想条妙计，保全众家国弟。还是啊，大家相爱，大家相爱，大家相爱。夫人上来，查查查查查查查，正是人，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。阿铁杖方才来的他是何人？乃是圣上差人打听此地何时到此，我已命他回复圣命去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他此地瓦岗有个请示包，你可认得？
的。临行之时，母亲舍骨了，他待我家乃大恩之人，千万不可伤害他的性命，可是此人。真是恩公的朋友甚多，若是伤了恩公的朋友，如同伤了恩公一般。他的朋友甚多，不知怎神模样。恩公的朋友个个相差黄旗，此地明日到了阵前，见有插黄旗者，便是恩公的朋友。好，等来日吃战，见有插黄旗的，俺便不打他就是。这便才是。阿四弟，看天色已晚，可将人马扎之，与兄明日也好恢复神命。有礼而郎中。有就在此地安营扎寨皇。我等各有人马，或许听他人调遣，你我何不上？
率领本部人马大战李亚元吧。哦，而有此胆量，有此胆量。好，三将听令。嗨！而等各代本部人马大战李元霸，需要相提。
弟结盟在瓦岗，文韬武略，国内一场，心中恼恨得阳光，派兵不振，塞子房。三人余马无功，招来李元霸前来见会，此人勇不可当，瓦岗兄弟与他相聚，恐惧有伤，必须先行一令，众位贤弟遵旨。今日出兵，个个必须向插黄旗，方保无虑。Thank you.
两军阵前，倘我有失，悔之晚矣。任你这心似铁，难动哀阳。
要好。边荒一走岸不用，烽火怒心涌，望火钩岸远八荒，一滴日流断不是一腔凉，苍生道偏就遇见恩公，俺有君命在身，不必对他说明，待俺扬白而走。呸，走吧。
元霸有惊天动地的本领，今日以艰难贫穷，为何不斩自打腿？哦，是了，想是他知道俺贫穷的威名，我量他也不敢造次哦。红绫去驰骋，路途迢迢至深秋。哦，芝麻片功臣酒，感谢我弟兄姐夫高兴啊。我回呀，看这些是有黄旗的，动不得。俺去也也。见你我弟兄不战而退，是何缘故？回营交令。哎，回营交令。
将他金揽起同仇，按本帮扫宴臣去复命，无奈何儿身边同仇搜求，十八路分分口，你谋万千军法怎就万千法怎就。
失手，恩公莫怪。不妨事，不妨事。恩公，俺有君命在身，私恩难报，枪马在此，逃命去吧。请遵台命。Thank you.
禁不住俺一锤，这员小将能受俺三锤，也算得是上恩将。且喜约则扫尽回朝叫我知。今日我功臣名就是万马千军分手，众藩王惊慌地走，再不敢重来日寇安河。平州安北方，嗖嗖西部子。